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虎扑11月25日讯，根据纽约时报记者 Mark Stein 的报道，尼克斯曾追逐戈登海沃德，但是黄蜂开出的合同太大，尼克斯选择放弃。 Mark Stein 表示，尼克斯在评估了交易得到拉塞尔·威斯布鲁克的可行性之后，转而更加猛烈地追求海沃德。尼克斯主教练汤姆·希伯杜非常喜欢海沃德，尼克斯最初为海沃德开出一份2年合同，随后为了与步行者黄蜂竞争，将合同长度提高至4年，但最终黄蜂提供的合同令对手不愿匹配。根据此前的相关报道，海沃德将以4年1.2亿美元的合同加盟黄蜂。2019-20赛季常规赛，海沃德场均上场33.5分钟，得到17.5分、6.7篮板、4.1助攻。季后赛场均上场31.4分钟，得到10.8分、4.0篮板、2.8助攻、1.4抢断。编辑：拖鞋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